今天带大家看一款很特别的旧琴，史坦威于2002推出子品牌艾塞克斯，这是03年产的第一批艾塞克斯，第一批是由韩国制造，因为是初代产品，史坦威也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艾塞克斯上，跟雅马哈卡瓦伊一样没有双泛音琴弦 ，logo 跟现在也完全不一样，因为不满意韩产琴。2006年，史坦威将总设计师以及团队派往中国，一住就是10多年，并且直至今日，每台艾塞克斯从珠江出厂都是要经过史坦威工程师的检验。史坦威对艾塞克斯充满信心，在新的艾塞克斯上可以看到史坦威设计的刻字和印章，同时艾塞克斯也是由史坦威进行保修维护以及原价抵扣置换升级承诺的。史坦威履行了他的诺言，永远造最好的琴。现在的艾塞克斯在入门价位中堪称性价比之王，继承了史坦威1970年的造琴技术，拥有史坦威低张力琴弦，声音温润不刺耳，还有同价位钢琴没有的双泛音结构，琴音更具歌唱性，音板精选上等云杉木，全实木无层压，内部结构使用史坦威专利全木机弦机，绝不偷工减料，外观由著名家具设计师 William Faber 设计，高贵典雅。你还想了解艾塞克斯的什么？请在评论区留言。